对，我们是邀请那个台湾大学陈忠贤老师哈，帮大家来上这个课。那陈老师是已经退休大概有3年了啦哈，他以前在台大是在那个农业化学系，对，农化系的那个教授这样子哈。那现在是退休了，目前是在那个台湾水资源与农业研究院这边哈担任副院长了哈。那他的专长是在土壤肥料这一块哈，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哈，可以不用客气哈，可以多跟那个陈老师这边可以做交流一下哈。下午的课也是我们陈老师的课哈，那可以，如果说你早上没有问题没有问完，那下午还有很多时间，还可以再跟陈老师这边交流哈。好，那我们来热烈掌声来欢迎好，谢谢。我这个名字公共场所都看得到，敬老尊贤什么什么那我以前是做土壤调查的就花东这边农业一般冲积土壤山坡地还有高山以前常常被原住民灌得不知道怎么回房间的然后丰年祭反正以前研究生的时候教授常常带我们做实验所以对花东很了解。然后，我这边很多朋友啦，我起先上山调查是带便当带水壶，过一个月就什么都不带了只带五样东西，就一个锅子然后米，再来火柴，再来三刀然后最后就是还有什么盐巴对。那十点水壶没有水了，就原住民说喝三杯水啊，对不对？培养菌种，从此以后就不用带那我这个课你们当然会想到奇怪，为什么讲土壤分类？哇，这个好。讲这么没有趣的东西你们有没有听过鱼类要分类？有没有？植物要不要分类？微生物要不要分类？动物要不要？所以你只要不懂分类你大概很难种东西的但是我不会讲的这么硬我会讲很多故事。我这课是这样我是希望你走出这个教室会使用、应用我教的东西，其他都不要。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我种一株农作物就长不好嘛长不好原因在哪里？农作物是长在土壤上面，对不对？所以你今天出了教室要想一件事，我这植物为什么长不好，或农作物为什么长不好？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做"人靠一口气"嘛，植物靠什么？靠健康的根你根要不要呼吸啊？要啊！它要吸收水分、养分嘛，对不对？所以你要一直想这个。所以我会教你，你怎么看土壤，知道根长到哪里有没有健康那个植物长不好，有挖过土壤看土壤几种？有啊，还不错还有三分之一。我问我孙子那个下大雨植物跟那个植物为什么被淹死？他就淹死啊！我说为什么淹死嘛？就死我说为什么对不对？当然不会呼吸嘛，因为淹在水里。所以我们台北的人很好，包括我太太上个建国花市买花回来，保证2个礼拜死掉。为什么？因为太爱他了，每天早上都给他浇水。他有一天，那个植物已经拜托阿妈、妈妈，你不要给我水好不好？然后用一壶水给它下去，那就下礼拜再去买一个新的。
所以我今天会跟大家讲一些哦，你要看啊，台湾很是一个全世界很特别的地方。台湾全世界是什么？土壤的天堂，地质的天堂，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因为台湾刚好，这个大家都知道嘛，这菲律宾板块撞欧亚板块，对不对？撞在花东，对不对？所以这边当然地震了，包括西太平洋，太平洋撞这个美国加州啊。你看美国加州从北边哦，从美国西方从北边一直到南边，哇，有四五十个山，火山头啊，就是那为什么这样撞？就是会造成地震嘛，对，这大自然现象。所以，全世界我大概去了六十几个国家，我出国大概已经超过250趟了。看什么？看全世界的土壤，包括北极海，包括沙拉沙漠。你们做这个农作物最好，就是你可以看到，但你可以看到台湾西海岸，从嘉义，我是从中部给它切一刀，从嘉义海边，好、哦、一直到嘉义市，然后到石左阿里山，然后再往东一山隔壁哈、哦，然后下来。到花东纵谷，然后东海岸山脉。东海岸山脉在动，你知道？因为这板块在撞，一年多了，大概走7公分哈、哦。对，所以什么意思啊？东海岸山脉会离开我们哦，跑到哪里去啊？跑到日本去啊、哦！哈、哦。那这个动的时候，怎么？我们丢一个小来一个大的，吕宋岛会过来哦，哦，啊，台湾跟大陆会不会统一？啊，多久？我跟你讲，3000万年，你以后没有撞在一起了，你来找我哈、啊。我们将来一定会统一哈、哦，好、哦，所以讲到这个历史，就说你回到。太鲁阁峡谷为什么造成峡谷？就是这个板块在撞，对不对？那板块在慢慢一直上，然后这个利用性一直切，对不对？你这个东西，然后你一直上嘛，一直切切切，就变成峡谷。我们在国际上哦，只有一个国家公认，其他六个都不是啦，吼、哦，就只有太鲁阁峡谷这叫标准的国家公认了。所以你土壤哦，今天找农作物长不好，证据在哪里啊？在土壤哦，他都有留下证据给你哦。你当然现在不会看，下午5点还不会看哦，就准备收山回家加个地啊，你就不用再种田了，真的。我会讲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不要记得哈，因为这个记不完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去看一块田哦，你就把它一个区域啊，你当然这里有山有水，有旁边有小山哦，然后这是河流冲，或是像你到吉安乡这个乡，你去看吉安乡这个乡哦，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一个很基本的土壤，像这样。这个土壤体就是多大呢？我这个资料，等一下你们找空有空就可以来call，哎，不要等到六月底太晚了哈，哎，你到六月底，我回家都全部忘光了哈，哎，我刚刚说可不可以马上call给你们，他说好像不太方便了，没关系，等一下休息时间你们来全部call，哎，那你去看哦，就说吉安乡这么大，但是吉安乡可能有两三种土壤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就这一代哦，这一代的土壤可能都一样，就是好，你找把它想成这个叫做吉安乡，吉安乡左边跟右边可能不一样土壤，前面后面不一样土壤哦。可是有没有交界？有，交界在哪里？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我们土壤调查也就是调查，这个的左边，右边，左边是什么土壤？像这样，哦，这边是不同的土壤，这边不同土壤，所以你叫。我今天看到一个河谷旁边当然是一种冲击平原嘛，哦，
然后再高一点点呢，是另外一种土壤哦。啊，再更高呢，是另外一种土壤。所以我们命着山谷，所以你学会了这个回去回家就是看看那个什么风水哦。哎，真的我骗你啊！你要知道我这个土壤是怎么来的啊？我你的土桥在河谷的旁边，跟在山坡地或更高的地方东西是不一样的土壤。所以我们做野外调查就要把这个不一样土壤的边界画出来。可是边界画出来怎么画？开玩笑，我拉那么多西队一个一个去查，不可能啊，对不对？我走到这边是 A 图啊，走到这边是 B 图啊，交接在哪里？画中间嘛，对不对？就最好画啊，是不是在中间？不知道，因为它是慢慢变的，所以你今天有骨的土壤为什么？也就是说这一带的土壤可能是一个，你看到这个，这最基本的剖面，我们一般来讲大概一两公尺宽，我们下午会挖一个洞给大家看哦，就是说一两公尺的。这个一公尺乘一公尺大概就换了，那深度从表土到五年，好，这个叫一个我们叫剖面哦，土壤样体啦，这我们叫做土壤样体，像这样一个实体，这个是我们在看土壤特性最基本的单位，也就是说你吉安乡随便挖一个洞下去就看到一个样体，我们叫突然，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面哦，这一面、这一面、这一面都不一样哦，就像我们这个人哦，那你可以看到它是什么头长什么样子，那身体长什么样子，然后到根哦，到脚，我叫你们做一件事哦，你们到火车站看不同的人。就像你们大家现在有不同的脸孔穿什么衣服啊，穿什么裤子，土壤一样，就是我教大家看这个，那你这个什么特性呢？它在它的土壤里面看得到哦。那我下午会教大家摸啊、看啊、闻啊哦，啊你就知道它什么个性了哦。好。好，所以我们只看几个东西。第一个它上面这个是什么土壤，什么层啊，什么特性。接下来中间的在底下的。你看我这边你们看到什么？教我现在是这样，这样比较不明显了。我这边这样，你们看到一个现象，肚子大大的，是吧？在座也有很多跟我一样肚子大大的。这大大的你就想，为什么大大的？里面有东西啊，对不对？就像我们台大那个审核组会计审核，老师你买这个东西怎么特别贵啊？或买电脑，他就嫌我的电脑都特别贵啊，别人比较简单哦。我就跟他讲，我头脑里面的东西有跟你头脑里面的东西一样吗？我是骂的他，骂得很惨哦。我们这个电脑又不是看一个，我说那你电脑不一样，你里面东西你看得懂吗？所以我在台大审核报账没有不过的，因为假如他不给我过，我一定去拍桌子，为什么不让我过？找我麻烦了嘛？对，好，这两个你一定要看看出来到底是什么特性不一样。还有一个很重要，我刚刚有讲过，一开始就跟他讲过，土壤那植物长在这个土壤里面，对不对？但是它要呼吸啊，外面是大气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土壤温类在城市里面有一种特别的温类，就是美国温类，就它把植物生长很重要的因子放在这个温类里面。作物生长状况是什么？水分，对不对？水分状态是怎么样？温度状态是怎么样？所以你在台湾有没有看过种 potato， 就是马铃薯，你知道？有对不对？长出来就像不像马铃薯的马铃薯？为什么？
因为马铃薯的植物的根需要10到15度最舒服。可台湾的地温是多少啊？我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地温，因为植物根要地温了，不是气温哦。植物根是长在地底下哦，地温是气温，全年平均，你给它加2度。平均，我讲平均，夏天跟冬天不一样嘛，那给它平均起来，你用气温，当地气温给它加2度，就是地温啊。夏天就减，对吧？就夏天土壤地温一定比气温低嘛啊，这个冬天一定比气温高嘛，对不对？好，就这样好。所以还有一个，所以一定有这个特性，那你就很容易分对了啊。我不要讲那么多，因为花东有从西部来的吗？有啊，我刚听了有讲好几个哦，差不多啦，我等一下提哦。所以水温状况跟温度状况很重要。你们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我没有时间讲啊。你昨天晚上假设昨天晚上下的，气象也跟你讲下的30mm 或50mm 或严重跟你讲100mm，你就知道水跑到哪里了。这样懂我意思吧？因为我从土壤特性可以知道昨天那一场雨到底雨水跑到多深。你只要会这样算，哦，这个有一道公式在算啦，啊，很简单的公式，哦，我叫我爸爸以后他也会算啦，啊。啊，现在有没有缺水？你不用填你就知道，看看你的气象报告就知道。所以你知道，所以说我今天讲这个分类是包括水温跟温度哦。所以 potato 为什么我们不种？因为没办法啊，不然你回去，今天晚上回家做一个实验，所有生物都耐低温不耐高温。你回家把那个冷暖气，那个暖气给它转42度哦，我看你半夜就送医院了，你脱光还是很不舒服。植物跟你要，所以长不好，植物长不好有一点重要因素是水分、温度，水分太多或太少，或者地温太高。我现在听农民讲都是啊，我反正不会种，就看左边看右边嘛，对不对？啊，左边右边种什么就跟着种什么，那就一起死啊，对。好。那我只来讲一个，有几个名词啊，就有黑沃，很简单哦，土壤又黑又肥沃的表层，又黑又肥沃。有人讲说黑土就很肥沃，对不对？不一定对哦，哎，好，黑脊是很黑，但是贫瘠哦，啊，为什么贫瘠？我等一下会提啊。再来乌黑，乌黑什么意思啊？哦，比那个黑还黑啊，哦，黑的发亮，有没有看过？啊，黑人呐，啊，真的有点亮哦。你到有没有去过阳明山？阳明山国家公园那火山灰土壤就是黑的发亮哦，我们叫乌黑哦。尤其上茂山，哦，那黑代表什么意思啊？基本上是有机质含量高啊，哦，但是不一定对作物好哦。要看看情况哦，看特性哦。OK， 好啊，接下来有机质就有机质含量很高了啊。好，有一种状况是淡色表层，就是这个土壤没那么黑，但是啊，用什么区别？用颜色哦，就你看的像黑的，就叫做黑色的土了。不好意思，我那个东西。反正我先讲一下就好，就土壤淡淡的，淡灰色或是不是那么黑的，我们都叫淡色层。所以其实颜色很简单，分一个淡色一个黑的就好。啊，黑的分很多，但是你不要管它哦。在东部只有一个叫做黑沃表一层哦，就很黑的跟不黑就这样而已哦。好，像这个。哎，你教你爸爸给你这种图哦，你就回家睡觉就好，哦，
就种子撒下去，然后一亩就长十吨。有啊，那个像成功啊，东澳啥，就整个都黑土层了。我那个这个高产哦，全世界这个玉米小麦产第一名的就是美国密西西比沿岸，沿岸都是这种土壤。哎，这个有机质含量多少呢？8%啊。我教他一点简单啊，讲你的分析资料告诉你，有机质含量是1%，大概一公顷可以放置至少20-30公斤的氮肥。你那讲0.5%呢，就150公斤，什么意思啊？你大概不用加肥料了。这个多少呢？8%。那玉米最多120到180公斤的一公顷，对不对？他玉米就换两三百公斤给你，那你还要加肥料吗？可以啊，你有的是钱啊，因为那些肥料没有用啊，都浪费掉了哈。好，我等一下会跟他讲，钟老师因为钟老师老师黄永老师跟你教一些营养的，但是我是从土壤的观点哈，来教你。你有时候花了那么多钱，其实有时候我跟农民讲啊，你早上加肥料都飞到空中去啊。他说老师哪有？我说你看得到才有鬼，对不对？怎么可能？你就是你土壤特性在控制你啊，对不对？所以这个，真的，我们花东有这样，但是地不多哦，大概1000多公顷而已、啊，很少。像这个、哦。这个是有点黑的哦，这个是就是你看这个有机质含量大概1-2%，我们一般来讲大概1-2%到2-3%，最多很少超过3%。那你这个基本上够黑的话，那当然可以把它叫做黑沃土啊，但是一般来讲黑沃土的颜色。就是我们有一个色调跟它你可以比啊，但是其实一点你就到以外去看黑黑的就把它叫黑沃土，但是只要长不出来呢或长不好呢，大概就是有机质含量不太够啊，有机质含量不太够你就要补哦。有机质补有机质比你加化学肥料，很多人加化学肥料就迷失了，就哎呀我加了150公斤一定会有什么高产，对不起。大家可能，钟老师，这个黄永明教授跟你讲哦，农作物哦，从你的化学肥料拿到的氮肥，对不起，大概30%到50%而已，最高不会超过一半。那磷钾肥呢更少，所以农作物吸收的养分，绝大部分从土壤里面的有机质来的。我在花东辅导这些有机农民的时候，我常常跟他们讲，我说你有偷加化学回家对不对？他说老师没有啦。我说好啊，那我就把土壤拿出来。不是，我就把土拿出来挖出来。我说你给我讲，这样的土壤可以长这么好吗？老师当然会啊，我说你可以允许我进去绕一圈，他说可以啊，我进去看到很多肥料袋，对啊，这个肥料袋是做什么，对不对？因为那个有机质含量很少，这突然淡淡的啊，都没有碳啊，对不对？你要3% 才能氮肥才能至少可以到100公斤呢，你根本都没有啊，怎么长出这么好啊？就晚上脱胶化学肥料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生产比例为什么推不下去，就是有很多捣蛋鬼啊，对不对？你们有知道那国税局进入公司查账，5分钟红包就拿出来，你知道吧？为什么？因为5分钟，我就是这样做。我们不要讲哪个单了，我就跟他们讲，你们都是专门在查一下有机农业有没有好好做的，你发现有没有问题，你们怎么办？他导师，你教我怎么抓就好。
我说我教你怎么抓，但是抓到你怎么办啊？所以你要让这有机碳要增加，一定要让作物残渣一定要回去，这个很重要哦，因为你没有别的东西啊，只有作物残渣嘛。你要东西带走，其他一定要离到田里面去。我学生硕士班在眉山种茶树，哇，太细啊！哦，我是跟你讲，你要教附近农民啊，啊，他们都不听我的话啊，因为他不思维的，他有一套了哦。就是你要让表土变黑，这个很重要，因为你才有。所以有一些人讲，你假如常常喜欢吃肉吃鱼，为什么？你将来会有。蒋经国以前跟那个水总讲，有一次困在电梯啊，都打不开洞，都没有力量。蒋经国跟他讲，你要多吃肉啊，你都没有肉啊，你瘦巴巴的，根本没有力气，我来搬好了，我比你壮啊，对。就是填鸡肉，你这个没有碳，你不要想微生物会把它分解放出氮为，不可能，没有，你就只能靠外加，不然你吸收。美国教农民合理化是很简单，就重量，你的生产量乘以氮含量，这个作物的氮量就是它从土壤里面吸收上来的。好啊，你土都没碳啊，不就啊你上面怎么这么高产啊？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啊，假如我这个温室都生满菌，长很多菌，病虫害，那怎么办啊？只有两条路，一个是喷药把它杀死，对不对？救树杀，一个是全部丢掉，你会选哪个？对啊，都。所以哦，我刚刚讲的意思说。你的生产力你的品质在土壤里面看得到，假如你都没有这些有机种或是菇残渣进来的，你将来不可能换出养分的。好，这个是我们大家看得到，这是我刚才讲的，这都是冲击平原啊，这都冲击平原，从哪里冲的？有时候是河流冲的，有的是从山上冲下来，所以山上冲下来的，当一场暴雨发生的时候，就像你的田会流失哦，跑到海里面去哦，然后山上的土壤会什么？会下来哦。所以你挖开棚地就知道，可能有好几层的堆哦。你把那河流，我们挖棚面，你叫你有兴趣到台大农化系哦，土壤调查分类研究室看看，它有很多博物馆，它。河流挖开里面可是有好几层的堆积哦。你看到6000年前到过去2000年前，河流怎么充实堆积，可以看得到哦，有留下证据哦，不是没有。好，所以你假如在这边的土壤跟在这个山坡地这边的土壤不一样，一定不一样，而且会变哦。我们一场暴雨下来，会至少带走。大概100吨一公顷哦，什么意思啊？就0.7公分就不见了哦，那10米你的标准就不见了。所以，现在全世界推广这个你的土壤不要流失。我到乡下去做推广的时候，很多农民很可爱啊，他说老师这个不好的，就换一块田嘛，每个都换一块田。我说可以啊，那你。你换一换，你会换到谁的田啊？我们以前在讲生物科技的时候，讲一句话：政府钱都给了。这些科学家跟政府讲：你台湾是不是一个岛？是。你要不要打仗？是。会不会生病？会。阿公啊，跟你打仗还要打你吗？不用啊。你粮食会吃光啊，你会生病啊，啊你要怎么办？自救啊，啊给我主要把经济都摆在外面摆好就好，你2年后就自己，因为你东西进不来啊，所以这个你要想这个问题，就说我现在这个地方可不可以未来100年200年
不要让它流失。所以回去注意一下哦，你的地表尽量不要让它裸露，啊，不然隔天起来，哇，啊，怎么都不见了，也都被暴雨冲走了。我们水土保持，我有时候讲起来就是能把，像我常常去做，以前做很多这种，但是差点跟我太太离婚了，因为人家台风天都回家啊，我要去现场测量啊。他说你下次再出去就跟你离婚了，哎，这是真的。好，好，那我们来看看哦。哎，好，大家看到这四个土壤哦，好，这都是全黑的哦，但是这个有一点那个，这是整个都有机质了哦，黑色的，这四个都叫黑色的土壤，但是性质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就是不是只有黑的哦。好，接下来就是我刚刚讲那个凝聚层哦，就是凝聚层就很简单，就粘土聚集在这里啊，就像我刚刚讲的肚子哦，大自然会把沙风化变成混粒，混粒再继续风化变成粘粒，那这个粒子就会随水在土壤孔隙里面往下动，啊，就会聚集在那里，在整个表土下面大概三五十公分的地方哦。那另外有一点重要，是这个一定要会哦，我们叫变粒层，就从母岩风化，我们今天看到土壤全部都又是由母岩风化过来的。母岩先变脆掉细，变细，然后再变成沙，沙在面慢慢变黏，这懂吧？所以我们一般讲全世界的土壤，再这样算下来，要长出一公分的土壤，至少要100年以上哦。可是我刚刚讲过，一场暴雨下来就带走0.7公分哦。所以什么意思啊？我们水土保持一年花四五十亿，这样做了40年，对不起，一个后波台风2000亿全部带走，真的哦。所以有些时候哦，我们去做很多推广的时候，农民当然看到是眼前哦，但是在政府做决策的时候怎么办？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就是说有母岩风化过来，那这个很简单，因为这很容易看哦，等一下给大家看一次。好，这个黏粒哦，就在这边聚集啊，就是这里会特别黏，就是这个剖面的上面，然后这里在中间的地方会特别黏。那特别黏，你用手就可以摸哦，你们摸过黏土吧？哦，上面也是比较沙的壤土。它中间是很黏的黏土，你只要用你的手没办法挥出来哦，我看这个手也不要了，很简单啦哦，就摸一摸，我等一下下午会跟大家现场去教大家，很简单，就加一点水搓一搓摸一摸就知道哦。对，你只要能够明显的区分来大概20%的差别，你就可以确定了，但是。东部这种土壤不多哦，不多，所以不要管它哦。好，那像你像也会看到这样像一颗一颗牙齿的，这是什么土壤哦？这是岩巴哦，岩土。岩哦，岩有一种特性，会把细的粒子分散，啊，这些细粒子分散里面呢，就会粘在这个土壤孔隙里面，就会把这些都堵塞。所以你回家可以做一个很简单事的，把土壤哦，土壤有很多功能的，像我以前上山的时候，看到一滩污水，那可是水里面没水怎么办？这一滩污水要不要换过啊？绝对不要换过，就用土壤来过滤，把这污水倒到土壤里面，土壤里面有很多的各种不同的养分，然后被土壤把它吸入，所以出来水变嘛澄清的。不然你回家做实验嘛，对不对？是这个，好，然后稍微煮沸一下杀菌，然后一样可以煮饭，泡咖啡喝茶。
好，这盐巴哦，盐巴的图啊，会变成这样。好，那接下来就变异层就是像这样，就你野荒了又变成土壤哦，这是。所以你今天脚看到有土壤构造，那代表什么？就是有我们叫变异层了。变异层就是什么？我刚才有看到讲冲击土壤，冲击土壤没有构造，没有土壤构造，你看到都是一粒一粒沙粒。什么叫构造呢？就有一些小团粒嘛，或者块状的构造，一块一块的嘛，这叫构造。啊，假如你这个土壤有这样，我们就叫做肉粒土了。哦，啊，是因为从母岩风化，慢慢，然后这些细的粒子，因为地表接触大地嘛，所以它风化很快，就会最快变成粘土，然后再慢慢往下移动。这些粒子要移动要嘛，要粘土才可以动哦，不然一般的你叫是混土哦，或者沙土，雨水没办法带动，太大推不动，要粘粒的速度哦。粘粒在水里面移动的速度大概是沙粒的，哇，那个不知道几十万公斤啊，还慢。你说八小时，粘粒才走十公分，可是沙土呢，这十公分40秒就下去了。所以你要让这个产生变化没有那么容易的。所以你就看到这边的土壤有基本的构造，我们就叫变异层。这变异层从哪里变来的？母子底下的母岩风化的。那你会说多久啊？对不起哦，至少几千年、几万年哦。所以我们一般的河滩地啊，大概至少几千年了。你今天看到红土，告诉你什么？就老了。台湾一般的红土跟全世界都一样。最老的红土，像印度这样很多地方还蛮红蛮的，了不起200万年。我们台湾大概多久了？你像你们这边有都住五合台地嘛，红土啊，那些一般大概讲20-30万年的、啊。哦，那西半部有很多红土，像中立啊，这个台中的那些八卦山的大肚山。那个了不起，我们估过大概50万年。那台湾东部这个瑞穗有吗？不是那个什么，不是那个有一个什么穗啊？就那反正这些红色的，基本上大概10万多年了，哦，不会太老。可是它就是有那石膏块，就是底下有石灰啊。我们这边很少了，不过有一些啦。好，这个凝聚层哦，你在我刚刚讲，你在用手摸就可以知道上中下，就可以摸到很特别的差异哦。那这个叫凝聚层哦。好，氧化层就是整个都红色哦，像杨梅啊、新屋啊，还有那边很多这种。还有最有名的中部哦，就八卦山、大肚山，大家都去过，对不对？整片红的哦，这种是完全哦。那东部有很多石灰质的土壤哦，石灰质你底下可以看到什么碳酸钙哦，碳酸钙其实你不用加什么盐酸去做啊，这样太没必要、哦，你就用铲子哦。你再用铲子挖下去，就可以听到咔咔咔的声音，就那一大部分都是石灰质。那当然你只要这个地区知道它是石灰质的土壤，那更好。那东部也都是石灰质的土壤，这种但是要变成碳酸钙的结晶哦，这个难，这个标准不可能。大概标准左那高山哦，连板你下来的，往东就是到宜兰平原，往西就是彰化平原，往南就高平。除了这三个区以外，其他石灰质的很少啊。所以你假如不是在这个区域，大概也没有。这个我想先不要讲啊。好，水温状况好，水温状况我这边讲一下啊。有两个指标，你就看气象资料就好，就是雨量当然夏天比较多的啊，这是蒸发扇，叫雨量蒸发扇，雨量大每个月哦，
多大雨蒸发扇，你在现场会看到什么？你们到山区有没有看到那个石头长青苔，那个大树长很多那个 moss， 有没有？那个代表告诉你什么？这边每个月的雨量永远大于蒸发扇，那个是地表会底下进水，或者我们叫湿润的。那湿润是什么状态？也就是这边的从土壤表土到，至少五六十公分，这个我们叫做水温控制层。你要知道你的水温控制层土壤里面有没有水，什么意思啊？这边的雨量哦，雨量从一月到十二月的雨量，这是蒸发扇量。你会发现，这边小于三个月，就是说，蒸发扇比雨量多，在三个月以内，我们都叫湿润。所以我们全台湾大部分都是湿润土壤，也就是说，我这个土壤 even 雨量不够，或雨水不够，水分含量不够，对不起，不会超过三个月。只有一个地方，云林嘉义台南，云林嘉义台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哦。现在农业生产上的大问题就是，那你会说5、6、7、8没有雨吗？有啊，暴雨啊，但是暴雨都到在两天内就到台湾海峡去了，对不对？啊，其他地方怎么？其他时间都是高温啊，所以蒸发扇很大。就说你会发现，蒸发扇比雨量多很多，而且超过三个月。那农民怎么办？抽地下水啊？可以抽吗？违法。所以现在，然后就造成我们大家知道吧，地震下线啊，高铁沿线都抽啊，管他了，地震下线是坐高铁的人。那政府怎么办呢？对不起哦，我们过去十年政府花了34亿补助，哎呀，不要搓了，拜托啊，只差没有跪下来哦，已经花了34亿，有没有效？一点效都没有。那没关系啊，就大家来拿钱了，对不对？我对政府最近这个补助哦，摇头啊，拜托姐啊，嘛不能搬，对吧？管你有没有。他平常乱花钱，不知道花多少。我在审计划，都是这样一页哦。他后面三页是照片，这样一页多少？这个计划1亿5000万，哇！然后看一看，看也看不懂啊。说改善水质，然后要盖一个渔港，改善水质。盖渔港可以改善水质啊。哦，那我们多盖几个。所以全台湾只有一个地方就是云嘉南，那其他地方你就不用担心，就是说啊没水，所以你只要过就好。我们现在种田的也是啦，都想哎呀，反正这边紧，所以云嘉南第一在过种水稻是什么？在家里面用遥控器按下去，田里面就自动抽地下水了，然后要关就关，对不对？那有没有去田里面种田也不用。因为有代耕了，收获也是代耕，就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好，那其他的，其他这个我们台湾没有，所以你就要知道两件。那这种也很少，完全进水，有暴雨来的时候，但是那个大概两三天就走了，好。所以我刚刚讲过，你在种田是要想到这件事哦。昨天晚上下一场大雨，那你先不要去田里面，你猜水温会跑到哪里？对，你要会猜这个哦。然后猜完以后，用铲子挖一下，不用挖很深了，20-30公分就知道啊，对不对？啊，你家有这样重点就不一样哦。啊，昨天晚上下30mm 啊，没关系啊，不会，因为。你加下去30mm一下就剩，所以我们可以算哦，超过田里中水量，水才会往下动。啊，你瞧粘土田里中呢大概20%，
所以你可以用体积试算一下，就知道雨水下到几公分了。好，好，温度很重要，温度从早上调表土10公分10公分，早上六点低温嘛，对不对？到中午最高温，对不对？到下午六点又低温，所以表土的20公分低温是在变的哦。可是有一个深度没有变，50公分深。那你说我不会算啦、啊、没关系，我教你，就是你把气温加2度，冬天啦、啊、假如夏天就减2度，知道吧？啊，你就知道低温了。所以可是你要知道不是这个、啊、知道是是地是灾，就说哎，这时候可以种这个吗？太高温嘛，因为我们台湾大概都22度，对不对？超过22度，所以加起来就平均超过24嘛，啊，有这样吗？当然超过30几度啊，那超过30几度，哎、欸，底下也是很热哎、欸，对不对？那怎么办？好，因为我们在怕下雨了哦，下雨真的很麻烦，大概没办法，所以我们把后面的先讲啊，好不好？哎、欸，那我重点是在田间管理，你看到野外的土壤。或者你我等一下也会教大家用土砖砖，或者你真的不行，就叫你儿子哈，这个用圆锹哈挖个小洞也都可以哈，啊小洞，挖不同深度出来就放不同的位置啊，这样子就底下铺一个麻布袋，然后把不同深度的每20公分就画的，那你就可以用那个来摸。而且你挖出来是一大块，所以它原来过造都还存在，你就可以看啊。所以我大概会，这个有一个所设规范哦，那我们台湾又把这个美国的野外的这些形态特征怎么记录啊，怎么记重点，我等一下野外我们会给大家看，然后我会教大家记一些重点啊，你在田间生产管理上。要注意哪些东西就比较知道齁、哦。但是我一直强调齁，你看这个土壤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植物的根到底有没有长得好，会不会呼吸啊，水分养分大家都知道嘛，你上面要长得好，植物的根大家看过玉米长过1.8米吗？可以长到180公分深哦。所以它在这个范围内吸收的水分养分当然就很多、哦、所以有一个这个描述手册啊，那我这边简单重点给大家看哦。那花莲溪改良场大概有几种土壤，大概基本上就这五大类的哦，5大类。第一个是我早上讲河流冲击的，我们叫新成土，新生成的土壤，大概都在河边哦。那个特色呢，就是很浅，没什么层次啦，就是原来母子是什么冲下来堆积的，就这样。哎，土壤有没有过造？没有土壤过造，没有土壤过造，你就知道我农作物要这土壤里面要吸收水分养分怎么办？就很低啊，就它不能把你施下去肥料过多的肥料养分或过多水分抓住。这叫我们一般讲的叫少量多餐、哦、所以那种有一定特别管理。第二个弱易土，就弱度化一个，就是河流冲击下来经过2000米3000米4000米，所以你只要到像宜兰南两偏远，像礁溪宜兰那边看6节5节什么，或是这边、哦、你看那个土层比较深的，那中间有不是表土哦，底下当然表土一定有过造，底下20-30公分或到50-60公分，还有一些土壤过造，土壤过造就是一般的块状过，我等一下再给大家看哦。有这样过造的，表示什么？有胶结物质，有基质，或有很多盐类进来，因为你耕作很久，所以我们一般这个把这种土壤叫做脑冲击土啊，这个以前的传统叫啊。就是土壤冲击来，经过很久的时间，然后
这些会在花一生的，所以会越来越厚，然后会有里面有很多突然过造，那这个我们叫做弱玉土，所以基本上不会很浅，不会很浅，但是有一定有过造哦，我们叫做新生土。那黑厚土就我刚刚早上讲的，上面有一层很黑很灰厚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很高哦，大概至少会4% 到5%，所以你只要算哦，我1% 可以放出30公斤氮的1公顷，那你4% 就你种水稻大概不用加什么肥料哦，啊水稻磷钾吸收量很少，但是氮哦绝对不能冲。那另外一个膨转土就是膨胀收缩的，而且会转哦，会向下转哦，等一下跟大家讲。还有一种是集聚土，做红土的意思啊。我们这边的东部还有一些红土啊，吼、哦。这种土有一个特性，就是在中间，火面的中间有一部分特别黏，特别黏是上面风化以后越来越黏，越细的粒子，然后经由雨水带到这个火面的中间聚居的，我们叫凝聚层，那这叫集聚土。所以简单的、我画一个卡通图啊，这就是母子上来以后就只有表土耕作层啊，这叫新生土。所以你这里面有没有土壤构造？没有，就是海边的沙啊什么东西，或是山上的确实是积下来，那只有一层薄薄一层耕泥啊，这耕泥是看你耕作多久啊。我们台湾哦，我们有研究过台湾开发哦，从荷兰人出去然后开始因为这也是中研究有几个懂荷兰话的去把它各故事说了不起啊、哦、原住民算下来当然是在原住民那时候就在一般的村民都一直被赶对不对，所以原住民耕种点可能至少500-600年以上嘛，但一般来讲大概水田从中福建那边过来大概三四百年啦、三四百年，但是这种冲击土呢可能你可以看到好几层这个石头的大小成分都不一样，那代表所以你看很多河边的冲击你再挖下去怎么粗细大小颜色不一样，那代表不同的时间冲击哦，那这个可以2000到可能10000年可以，所以你要像南洋平原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冲击层好，那这个弱玉土是什么？就中间这个土壤有过造，土壤过造，你母子本来是河流沙的冲击，但是这不是沙喽，就是有很多块状过造，一块一块的，或一团粒一团一团的，那这叫土壤过造。还有这个，而且通常会很厚 ，OK， 这叫做弱玉土。那另外一种，我刚才讲的，这个很黑嘛，表土很黑，很黑，这个。我想有眼睛都可以看得到，那你手摸一摸去摸感觉就是碳含量很高齁、这叫黑厚土。黑厚土一般齁、我们大概都可以看到至少20公分。你只要到那个俄罗斯，我想大家可能有去过。全世界的粮食在密西西比有全部这个黑厚土。还有一个欧洲有一个很有名的黑土区，全世界只有3个区。就是密西西比尔，还有欧洲，墨西哥南方哦，有一个黑土带，就是600公里宽，2200公里长，就是全部产小麦，高产，可以提供欧洲整个东欧这些穷国家的，所以美国科学家很厉害，有一年预测。明年气候会改变，叫美国政府在密西西比种很多小麦跟玉米，为什么？他说明年俄国会跪下来给你们买粮食，结果真的发生了，然后美国政府就很钦佩这些科学家，因为科学家把过去好几百年的气候做研究发现，哇！明年俄国会大饥荒，就是这种土壤，黑厚土哦。我们花东有这种土壤哦。
东眼太原那里有没有？你们这边有没有附近的、啊？就成功港附近的有一个太原，哦，有吧？哦，对，啊，对对对，那就那个地方很多山坡地或那个农地，哇，都是这种土壤哦，嘿。好，另外一个就是红土，我刚刚提过了，好，所以代表性的这种，什么叫代表呢？就面积很大，生产农作物很有代表性，然后土壤特性很代表，好，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土壤，我们以前叫那一名字叫县土啊，好，县土就是说你县长只要不知道你这个县有这几种土壤的话，就不要当县长啊。哦，我们有县花啊，有没有？县的什么什么节很多嘛？美国有桌土，一桌的土壤代表性土壤，就这个州里面到处这种土壤大概，那当然第一个面积很大，乡村式土哦，这个标准啊，万年土这个标准黑沃土哦，红的，那平川土呢有红这个土系哦，还有路野哦，这个标准也有路野哦。这面积不多啦齁、哦、好，那这几个我们可以把它讲成类似县土，就说代表性的分类土纲里面每一个有一个，但是有的面积小你要不要当然有啊，因为我花东就只有这个啊，像彭丹说说什么叫彭丹说说等等，好像水莲齁、哦、这个土壤对不起啊，只有这样啊，你只有土壤只有30公分，代表冲击了，对不对？所以你植物根长在这里，你要什么没什么，对不对？那你多加的化学药，没被植物吸收，都跑到哪里去了？啊？跑到大海，跑到地下水嘛。所以有一次我跟农民讲，哎，阿伯，你罪很重哦。他说老师，我种田还有什么罪啊？我说你下回要下那么多啊？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你这柑橘哦，叶子哦怎么这么厚啊，皮怎么这么厚啊，又不甜，对不对？啊，你知道多余的肥料撒到哪里去吗？到河川，到地下水，我怎么知道？管他的，又不是我的事，对不对？我说有啊，当然是有事，因为你的柑橘就是不甜啊，对不对？他怎么办？我说你就下少一点肥料，会皮又薄又甜，然后又卖得出去。哎，他说我的水果比较大，我说你水果比较大，都是里面都是水啊，对不对？水果很大，你就知道个数很少。那你那水果甜又小的，皮薄的，就是个数很多，所以那个总生产量是一定的，哦。啊，你那个水果那么大，都是水，不香不甜的，那个谁在吃啊？就医院家属在吃啊，哎，那些都送到医院去，因为你舍得买啊，对不对？但是那不好吃啊，吼、哦。这个药，这种土壤，热血土系哦，水莲土系，这个很多啊，哎，好，热血土系这样了不起30公分哦，最多冲击土，所以你这种土壤要小心，你不要下太多肥料，因为。你多一个回到留不住，为什么？它是沙质性的，那怎么啊？就少量多餐。好、哦，你觉得它需要的时候给它就好，其他时间，因为多余的下一场雨后就带走了，就带到，所以你常常会讲，哎、欸，我有加回，为什么没有效？因为，这里当妈妈都知道，你家里要卤一锅卤肉，你家儿子回来，老妈，我肚子很饿啊，怎么？对啊，可以啊，先给他垫底啊，对，我就给一碗白饭加一点卤肉，我就可以先，这一样，都是这样道理，就说你碰到这里都要小心了，不要随便加回料，关键性饮食啊，都是浅层的，好，膨胀的就膨胀收缩了，会膨胀收缩。像这个哦，这个冬雨系哦，冬雨系或永乐系这几个，就是你们现在讲的那个叫做什么粒呀、啊，护粒米，这种膨胀土是吧？第一个很黏哦，
你看它这个图啊，是一块一块的，三角锥那个形状像什么？像你们拜拜那个把杯啊。你看我这个手，就这个形状，就这种形状，不是一般的块状哦，就是这一种啊。只要看到这种图案构造，你的图案就这种，它这个图案非常黏，然后，有水的时候很黏，然后缺水的时候一干的硬邦邦。这种土壤会什么吸收养分，所以对会，但是这种土壤哦，你知道台中县政府把它弄成什么？墓地，坟墓地哦，你知道后果吗？那个棺材都裂开哦，然后什么都看得到，然后这干的时候啊，湿的时候呢，就是膨胀哦，哎，那我们看看景象啊，这是特别的哦，那东里性哦，所以刚刚讲东里性是很特别的，它这个就一块一块啊，非常黏，你只要真的，可是干的是硬邦邦，这种一般来种就是水稻啦，或是茅草啦，或是薏米那个什么薏米也可以种一点的，但是不太好，因为它很黏。这我们在西部是种什么？种甘蔗。你想想，你嚼是牛，这个田看怎么理啊？我们家以前那个种甘蔗，不能这种黏土，你知道？那不要说那个牛掉眼泪，这个养牛的也掉眼泪，所以我们以前不吃牛肉啊。那个离这种田哦，干的硬邦邦，离到什么牛前脚会跪下去，因为真的很硬很硬哦，哎，我们说，只要男孩子不乖啊，就拿这个回家就好，这个是真的。可是我们跟他们讲，台东或花莲的有这种土壤的，在那个玉里交接那附近，东里在玉里再下去嘛，护里对不对？那一带哦，可是这个跟护里里哦，护里里有没有那个好处也可能有关系，因为它吸收养分，水分的能力很强。这个水只要一吸进去了，对不起哦，排不出来哦，排不出来哈、哦。哦，就是这样，你去看它的构造会像这样。那有一个断面差很，断面差就它这个哦，它是怎么？我看看有没有。就没有好、哦，好，这北部都一样啊，都是好。这个像这个就标准的冲击图哦，标准的冲击图。那旁边你注意一下哦，这上面上去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弱域图，就是岩石轰化以后再慢慢升，所以这边的土壤通常比较厚。可是看情形，看它过去几年被冲击下来的情形。叫暴雨，我们常常有一个指标啊，假设一小时下雨超过100到130mm，对不起，哪一个档直径都一样，就是土石流。我们讲，你没有听过土石流的声音吗？没有，对不对？因为你只要听到的话，大概也不在这里了，哎。以前真的土石流有很多警报器，对不对？但是警报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真的。所以那个三龙爆发之那个土石流来的时候，你听到声音你就吓死了，因为腿都软了，跑不动了、啊。所以后来那些警报啊，不要做什么警报，就在电视上讲一讲就好，赶紧跑，赶快跑，因为超过130米，对不对？土石流真的严重，非常严重，土跟石一起流。啊，这个土石就一样，都是这些都比较膨胀收缩，而且它会干了、哦、干了。这个它是嘛？裂开的时候，这个会超过2公分，然后会到多深的50公分深，很深哦。然后这是龙狮头做的膨胀，你会看到它会裂，从表底一直裂到底下50公分深哦。那
所以它在膨胀的时候，膨胀的时候，大家知道，左边跟上下膨胀，对不对？最后作用力是什么？两边一起作用的时候，最后力就是向这个方向45度角往上膨胀。所以你在看到的膨胀的状态是这两个方向会往上凸。哦，所以往上凸以后，中间会变凹洞，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作用是，那这个力道越大了，我在台湾看大概1-2公尺，就是这个碗嘛，哈，作用力，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在推膨胀的时候，这个力道就往这边推，所以这边土位比较高，那这边也是一样，也在推，对，45度角推，所以你在田里看到的是两边高啊，中间凹洞。啊，所以你看在田里就看到很多凹洞，那雨水下来就积水，哦，那这个是我在美国德州看到多大的推力呢？这个碗多少？直径20公尺，所以那种地来开高速公路就一条变两条，就中间一定会裂开，哦，力量大，所以对这种地就很麻烦了，哦。所以你看哦，它的推力很光滑，力量很大哦。所以，你这种地重力你会发生什么现象呢？就一氧高一氧低，一氧高一氧低。啊，你收获的时候看你要什么？就所以，这种地哦，不是可以，就像你在现场看的是这样，就是这些凸的地方就是作用力上来的地方。那这些水要排掉很难哦，因为它很黏啊，对不对？所以。麻烦了，所以它的作用力就是这样作用，哎，所以你可以看到，哎，这种现象。好，你看哦，我们随身去也要看，哎，这不是主动，是大的柱状构造，这么大，那硬邦邦的，哦，所以这种土壤，大概种水稻了，哈，可以种甘蔗也可以，种玉米还可以种一点点哦，哎，啊，其他的。你叫农民用什么来种占地？用芒草，种芒草，哦，对，就是我先种芒草，这片地是我的，哎，以前很多这种哦，就占地为王了，反正咬不啷紧啊，我先有芒草先种先占呐，啊，哎，好，这种很难哦，下雨很黏，干燥很硬，很严重，导致很慢。排水很差，所以很多问题哦。好，最后一组我就讲了，你可以看到，这个土壤的妈妈在这里，啊，这个妈妈就是原始，以前原始，然后妈妈风化，然后就变成土壤。可是，原始变土壤要多久？哦，这个至少几千年、几万年哦。我有一次听你表演说。我可以一掌把这个石头打破，是吧？所以说老师你不要开玩笑吹牛，对不对？因为我知道里面已经都裂开了，对不对？只是外面，因为整个都腐蚀的嘛，对不对？只是还没有变土壤而已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母岩风化以后，这边有一块一块土壤构造，这叫土壤。所以这个我们叫做变砾层啊，就说有母。所以你只要在野外看到，哎。我只要看到这个土壤啊，哎，底下妈妈没有，代表什么？或者说奇怪，我这是母野的风化的时候啊，上面有一层哎别的土壤，不一样颜色哦，不一样性质哦，那代表什么？上面这一层土壤是什么？啊？是外面外来的，对不对？啊，外来的。啊，妈妈在哪里？在山顶。哦，就说他原来哦，原来上面这一层哦的上面哦，在坡地的上面也是这样，但是这一部分被冲到底下来，盖到这里的上面，知道吧？所以你现在看到你的土壤有可能是这样，就说我这里原来的妈妈形成了一层土壤，那上面又有一层，好像颜色性质不太一样，对不对？可是我这个田刚好在这个坡地的下面啊，有可能是上面冲下来在这边堆积了，哦，啊，这个妈妈在留在山上，哦，
所以你就要假如这时候看到这样啊，这个有这个 A 啊 B 啊，或是突然构造成啊，但是没有找不到妈妈啊，这底下有妈妈，那当然这个是上面冲的，所以这个冲入就很重要啊，你要冲。就是表示以前的历史曾经发生过，你在花东很多看到嘛，像那个花东纵谷，你会觉得奇怪啊，我在纵谷的上面有五六百公尺，怎么有鹅卵石啊，或石头岩那个的，代表什么？石头是不是圆的？当然不是啦，花化之后很多不规则走，可是你看到的都是圆圆滚滚的，代表什么？代表被水作用过，可是现在怎么会在花东纵谷的上面五六百公尺啊？就是地壳把它冲推上来了。好啊，地壳你只要以七公分一年算，这五六百公尺，你看它推多久啊？所以我们现在你在以外看到很多，现在你要把它回推到，这个是怎么来的？是这样啊，是真的。那宜兰大概有这几个，大约是土系啊，不过这些都是新源土跟中，新源这个非常有名哦，大概在宜兰是很代表了哦，啊，这些其他都冲击的，所以像礁溪哦，礁溪地下水位很高，大概只有底下十几公分到二十公分就地下水了，所以你礁溪这水管哦，塑胶管一插，等一下水就冒出来哦。都是这种新冲击图哦。那花莲县农改场辖区的这很多啊，我想现在因为花莲区包含宜兰嘛，瑞穗这个最大啦，不过这个瑞穗土系农改场最大，但是很浅哦，二三十公分而已哦，枕头山六节这个都很有名，这都冲击图啊，再来出路哈，是进水的这个弱域图。啊，这两个很特别啊，有一个是永丰土系的彭川土哦，这个大概我想给大家参考哦。好，这不讲了。好，接下来我们看，等一下挖孔面，大家看什么？就第一个先挖开嘛。我叫挖哦，大概两个小时啊。好。但是你刚刚那个彭砖土叫全家一起挖，你要重点叫回去找一个礼拜天了，把孙子什么儿子全部找回来哦，然后就买几根铲子就好了哦，好，那你可以用遮阳伞了，遮阳伞好处是我可以遮阳啊，遮雨啊，好。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我跟你讲，我们这种照片是上联络狗的哦，真的。为什么？因为全世界没有这种图了。这张照片挖了多久呢？挖了三天，六个人挖三天，你就知道。你可以看到，有没有看到五花肉？有红的、黄的、绿，还有白肉，还有，这个有意义哦。白的代表什么？大家想一想，石灰啊，也对了啊，但是不是，也不是没有哦，也那么多，后面水稻都种不出来了，进水，水问，就长期泡水。好，我先跟大家讲一个简单的，就这个。这个灰色啊，不相信你回去了，今天晚上可以睡觉前做一个实验，你就拿一个塑胶袋装水，然后把它绑在这个石子上，然后绑起来，你看明明打开会变什么？一定变白色，就这个意思。土壤会变白色有两个原因，是长期进水。就完全泡着哦，就会变白色哦。好，那地下水一定在下面嘛，对不对？好，地下水，你看我看到底下有水了。好，地下水上了，上了，上到这里。好，你要看到有
都变白色，代表什么？这个白的哦，这也表示地下有曾经到这个，可是这边有时候会受一些影响，它会大概是到的，也就是地下有大概最多到这里，然后上面是阳化，所以你看到有黄的，红的代表没有进水，后面我讲的进水一年当中可能只有三个月不够，所以不会变完全白，啊，这个底下完全白什么意思啊？你看到底下五花肉都代表什么？这地下水位上来下去，上来下去，它上来可能三个月，下去半年，对不对？可是，上来近三个月，下去的时候，在土壤孔隙里面，你们觉得水进到土壤孔隙要多久？大家想一下，一天、两天、三天哈、哦，我们等一下投个票啊，嘿，你觉得一天就可以进到土壤孔隙的几种？没有，两天、三天，对，要两三天哦。好，那要出来呢，出来就难了哦。所以，我们今天田里面灌的水很多水没有到土壤孔隙哎，要两三天后以后。所以你当你灌水要真的要排水，你外面。排掉的都是重力水而已哦，就重力中把它拉掉而已哦，在土壤孔隙里面都没有，这些就是在土壤孔隙的，所以它被长期在进水后进来几个月以后，等它地下水下的时候，对不起，哦，土壤里面的孔隙都还没出来，所以那些都还在还原状态哦，土壤孔隙没水哦。好，那你想想这个作物在这边会不会有？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上面种什么？水稻啊，那水稻根大概最多了不起二十公，大概20公分左右，对不对？你们看到这边的水稻根有没有下来？因为下去就死掉啊。但是这个水稻很特别，因为它不怕水啦，我上面这个上面有空有状的空隙可以呼吸啊，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喝过啤酒？喝过啤酒可以一边喝酒一边换气的吗？刘邦我女儿是我们农蛙系喝啤酒比赛第一名嘞。为什么？因为他每天晚上要敬酒，敬很多20周。他练就一件功，就是一边喝酒可以换气。哦，我想你们在座没有人喝，他是我们农蛙系喝啤酒。三大瓶2公升40秒喝完。我喝到第二瓶就快送医院了，因为我气出不来啊。所以你从这个图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它的证据告诉你这边长期进水，那底下上下水位变动很快。所以当水下去的时候，这些没进水就氧化就变红色。所以你看到你看这几个哦，这张照片是我们南化信哦，国际里面最有名的一张照片。你再花20万叫我再挖一个，我绝对不要。为什么？因为这些学生说，老师下次这一辈子只挖这个，又不挖了，因为挖了一两天了、哈。好，那你可以用这个土砖哦，就用这个土砖砖哦，你可以，那这土砖是一米而已，你可以钻成2米哦，就这边有个接头可以钻到2米哦，那最多我们可以钻到3米哦，可以钻到3米深，但是那个钻的角度要就是蹲马步要垂直，那不要压的，这样慢慢可以钻下去，不要歪，可以钻到2-3米哦，这没问题。但是我们一般哦，那相对能做大概1米就够了，就是一般的1米哦。那我们要调查这个，你要去挖一个洞哦，这个农夫就绝对不让你挖，对不对？我每次去挖，你呢，老师你挖这个要干什么？我说种干菌哦，他就很高兴。说这什么叫种干菌？就是这个地可不可以变成住宅区啊？哦，这个老师你要把它写成，我这个可以变住宅区啊，这个、价格当然不一样了，对不对？哦，所以他就很喜欢哦，继续挖，挖越多越好，那我们挖出来就像这样，这表土哦，这是这个，然后你就，所以这个很简单，
你就土方或是岩浆挖出来，那换旁边哦，哎呦，旁边有很简单，你就知道我这边的变化。你看这边有没有？这边变灰了，代表岩是 B 啊，这是都有过渣对不对？啊，这是 B 哦，但是因为零零零，所以叫凝聚层啊，这边就开始什么？地下水位在130公分，非常清楚。所以你当雨季来的时候，你就要注意气象报告，你就知道我这边雨到多深，那地下水位怎么变动哦，这个很有趣哦。好啊，你要看它的形状，像这个是红色吧，对不对？那你可以记录。那有一些我不要讲的太细啦。接下来就是这一层跟这一层中间的交界，大家有没有看到像这个？你看到哪一层？一层哦。好，这边有一层有没有？这边有没有不一样的？有没有？不一样有意思哦，有意义的意思了哈、哦。好，所以这边有不一样哈、哦。啊，再下来有没有？好、哦，这个跟底下又不，这个颜色就不一样。可能因为大家。等一下啊、哦，那个我们今天讲这个两个彩色板的、哦，你等一下你们到电脑上自己来抠啊，好、哦，好不好？好，那这个什么意思啊？就说这个层次，你可以知道它怎么堆的，怎么生成的，过去的历史啊，什么时候积水，什么时候为什么会这个颜色改变，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跟我们的后面很多解释有关啦，田间管理有关啦，所以你可以看到以外有很多啊，这个很平行这样，啊有的啊有这种不规则的啊，这个都是很简单，把它讲成水的移动变动，可是这个会跟什么有关呢？跟哦，好，你看这个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你看这一层上面是这个对啊，这是蓝色的是吧？蓝色代表什么？代表长期进水。就是你外角看到这样蓝色的哦，这种深的，等一下给大家看了、哦，深蓝色的哦，或者你大楼旁边哦，水沟。叫或者那个排水槽、哦、有一些蓝色的，就是长期进水的、哦、那这个会什么？会发臭。所以你看它这个蓝色代表什么？就是这边都进水，所以你只要到礁溪大概20公里以下，全部都这种深蓝色，就是地下水位就永远停在那里、哦。好，那这个当然更严重 哦，你可以发现这个上下不同。好啊，这个也是一样哦，这个是阿里山的，你看这白色这底下哦，好哦，这个更明显了、哦。那我刚刚讲白的有两个，阿里山这种地方就常常暴雨下来惨的，大概会这些会积水2-3个礼拜。然后再慢慢排水哦，所以就会造成很多种这种物质移动啊或相关的问题。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些特征哦，你当然要记录啊哦。好，你可以这样记录，有两个方式，一个是你拉出来换旁边，可以稍微记一下，记一下什么意思啊？当然我不是做白工啊，就是你后面的生产管理、田间管理要怎么样，要注意什么？注意水。还有很重要，你注意水是因为我到底根在这边有没有活着，根长多深哦，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我先不讲，这个记录颜色哦 ，OK， 这个不同颜色。那刚刚讲了，假设一些冲击土大概都偏这个这种暗黑哦这种。但是假如阳化中你讲高度厚外像红土厚，所以我们简单讲红土是最老，再来黄土，再来黑土或灰土，灰土是一般，所以你说日本先进了对不对？日本的土壤类很传统，为什么？因为它要农民可以用啊，农民就是
灰黑色代表很年轻，大概几千年。那再进入黄色，黄色又到红色中间有黄棕色、红棕色、棕色什么，再来棕红棕，再来有就是这样。但是我们说那个红棕有很多种，就像你穿衣服一样，像我这是纯白，对不对？啊，中间有白跟那个我的。那红棕就很多啊，这个很多颜色。那像这个是什么色，对不对？这个有都有不同的。那这边代表月亮，月亮代表月老。所以土壤角，所以简单讲哦，假如今天土壤是有点黄，大概中年啊，大概偏红棕，大概就老年。啊，中年大概多久呢？大概了不起一两万，到不会到五万啊。但是你只要今天进入红色，大概至少一般来讲大概二十万，十万到二十万以上啊。可是因为红跟一点点红这个差距有一百万年，对不对？所以那个大概稍微变化一下，不过大概可以简单这样分啊，这是最简单的话。那你只要今天看到都是暗灰色或灰色或是一般的黑黑的，这年轻了，这种年轻人大概不会超过三五千年了。好，那越老就越没有回力哦。那越黑越年轻的越有回力啊，因为有机子多啊，养分多啊，对不对？所以不一样。那你就很简单，是地是灾，土壤的改良或土壤，你最好不要改它。像我以前常常跟我太太讲啊，我结婚又会改啊，对不对？我到现在是什么都没改啊。他说你怎么不一样？我说我跟以前完全一样。我说那我不一样，对不对？啊，你给我答应我怎么样？我说那是结婚前啊，啊结婚后就这样，你要不然你要怎么样？你要来也可以啊。哪怕我跟你你要不要跟我这下辈子再结婚？我说这辈子过了再讲。啊，这是真的啦，所以我在家很简单，就要吃好住好，不要很多麻烦，就是把厕所弄干净，厨房弄干净，不要随便乱弄脏，我就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哎，不过这个哲学哈，我们很多同事都不同意啊，不相信，在座男生我教你哈。你回去上完厕所，把那个马桶清得像大饭店一样。你太太，然后等你太监，你在旁边听，他说：“哇，这么干净啊，这神仙来清过啊。”对，那你从此就那个厨房常有人接触酱醋茶，那不要给他随便乱动哦。哎，我太太说：“你给我乱动，因为他地盘嘛，对不对？你不要乱动啊。”还有吃东西不要弄脏，我家很多雷区我都知道啊，这些都把它弄好以后，我就哇要吃什么都有。注意到这个不同颜色，像这个是强力黄，而且风化很强啊，很高，所以像这种像红色这里做我刚刚讲的局域图啊， OK， 大概都是五万年、十万年以上的啊，像这个哦，这个有点啊，这是年轻的肉玉土 ，OK 哦，但是它有没有过造？有啊，一块一块的有过造啊，这个是就是肉玉土，而且你看到都是沙质性的，都没有土壤过造。我等一下给大家看了，好，这个斑纹哈，斑纹很重要，斑纹是代表什么？土壤。土壤在有水状态下，因为浸泡的时间不一样，因为泡水就还原嘛，就没有氧气嘛，对啊，水排掉就有氧气就进来嘛。土壤孔隙只有两个东西在动，就是你不像你自己回家做一个简单试验，这土壤给它灌水进去，空气就跑出来，所以水进的空间现在全部都被水占满了。有没有空气没有了，所以植物在这里面绝对死掉，
除了水稻它可以换气哦，那不然没有。啊，你要把水排掉，我跟你讲，水排掉跟进去不一样哦。我们这叫 hysteresis 啊，就是直至效应哦，就是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可能回去想一下，这土壤现在水分假设 30%， OK， 体积里面有 30% 体积被水占满。好，你现在把它排掉，再加水，就像一样维持 30%， 对不起，这两个水分状态在土壤里面构造不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土壤在水分进跟水分出走不一样的空间嘛，所以你这个土壤把它进水跟排水，进水是吸水的作用嘛，排水是脱水的作用，这两个不是同一条线哦。什么意思？就说所以你土壤在维持讲维持20%跟30%，对不起。你在加水跟排水的这段是不一样的，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这土壤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种不同形状的斑点，那代表什么？这是水分在进出的留下的痕迹。你要有多少形状啊？奇形怪状都有。所以，你要知道，我今天要加水，等一下你要排水就难喽。就像我女儿，我太太煮饭都是给我女儿吃的，不是给我吃的哈。啊，就煮很多她女儿很喜欢吃的啊，我就不喜欢吃了。可是我为了体现她的辛苦啊，对，我要夹一下，然后在她们眼睛前面绕一圈，吃给她看啊，对不对？啊，不然，我让女儿吃到抱着肚子，我妈你煮太好吃了，我现在肚子好痛。我说实际上你是要吃那么多，这一样哦。你要不要随便给他灌水，他等一下排不出来哦。就通常啊，你到田里面怎么把水排出来？排不出来哦。哦，所以不要。好像那怎么知道呢？这个，就整片黄土里面有很多白斑，白色的斑点，这代表什么？进去的水排不出来，长期进水造成的白色斑点。好，你在野外很简单，你在野外你就要把土块拨开，看你有没有洞。有洞的地方就是水分或根可以进去的地方。阿蒋，你看到有洞啊，可是找到不到根啊，那是根可能腐烂掉了，但是已经曾经在哦。所以这个观察非常非常重要，你可以知道，你说我下去看就看不到根啊，有啊，它以前都在啊，但是可能前一集就刚好腐烂掉啊，所以但是它的根，粗根、中根、细根全部留着。我等一下给大家在以后看哦，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像这种灰色代表长期进水哦。OK， 好，那当然你可以看到这种哦，这种就是地下水上来，然后这边这个变化很快哦。而且长期还你们，像这种就是你可以看到哦，这边根的旁边有很多斑点，根的旁边为什么很多斑点？因为根的旁边会有很多孔隙，对不对？所以土壤中溶解的铁啊、锰啊就会溶解进来。土壤中最多元素像结晶构造细跟铝啊，其他这种铁、锰就是钾、钠、钙、镁，这些是主要元素，在野外可以看得到。像这个红红的代表铁，好、哦，铁在土壤里面是用 person 等级的哦。但是你给你们我们一般大人讲那是 ppm 等级哦。所以铁锰这个只要水排掉，这边马上变红色，代表我这里面这个水分跟铁锰的转变有在发生哦。好像这个剖面哦，你怎么描述？这个你全部学会，这个还是不会描述，我都教了五花肉。对，像不像五花肉？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描述啊！哦，我们这个描述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不是随便我建议啊，我们常常讲根很多很多根或、很多细根，这不可以随便讲哎。什么叫很多啊？什么叫细？这个有一定的意义的。大家有看过标准一定是很多极细根嘛，对不对？啊，细根还是极细根还是中根还是粗根，
啊有啊，我有看到几根粗根啊，对不对？好，啊有主根，有中间的枝条根，还有细根，还有虚根，对不对？好，那在婆婆你们怎么看啊？像这个，我跟大家讲，你仔细看哦。我随便讲个故事啊，地下水位在这里，现在在这里，挖下去在这里，然后它有时候上到这里，因为这是阳光往里一直浇地，那白色出现的代表长期进水，好，所以交界线大概在这里 ，OK， 好，那上面开始有黄色代表什么？从来没泡过水，懂吗？有没有看到？哦，这里代表，哎，所以这个是都是黄的，都没有。没有这个有泡水的证据。好，那你看到这张有没有层次很清楚？好像挖一刀的，有没有？这是外来土，这不是这个妈妈生出来的土壤哦。你们看到这边一层土壤啊，很好像刀很平的切过去啊。这是农改场因为要做试验田，就外面移一些土来把盖。因为不然，不好做试验了、哦。好，然后好等这个以后，你会看到哦，这边开始有上面水的作用，所以上面加水的作用也会在那边显现哦。但是这个不是地下水，因为这个多余的水就会下来了，可是地下水上不来哦。可是问题啊，这个交界会让很多物质、水分、养分在那边很麻烦哦。我觉得。你想一想，假如上面是黏土，底下是沙土，会怎么样？水会积在黏土那一层哦，哦，啊，上面是沙土，底下是黏土，水会积在底下的黏土的交界的这部分哦。所以它因为毛细孔不连续，所以我们很多养分跟空气跟水的移动是跟这个土壤的质地哦有关的哦。好，所以质地我们当然简单的讲，我们通常用感觉法就是齁、哦、用感觉法就是我把土壤加水齁、哦、加水戳均匀，然后用这摸就知道，或是你可以戳这一条，假如戳起来加水戳均匀，大概不到两公分左右就断掉，那表示是染土，就是表示沙比较多的土壤，沙粒啦齁。啊假如你可以抽很细长齁、哦、像我可以抽，可以像这样，我可以抽的压下去可以抽的很细长，代表什么？黏土，黏土超过 40% 左右。对吧，我们这个把一般黏粒啦齁，很细的黏粒，我们就把这个土壤叫做黏土齁、哦。所以黏粒跟黏土不一样，黏土是黏粒超过 40%。那染土是什么？沙粒超过 50%， 知道吧？哦，是不是这种土壤？所以，我们在两点半吧，好 ，OK， 好，这个我们等一下再上课再讲，以后再讲啊，不然就好。这就是我刚刚讲土壤构造，土壤构造大概有这几个，一个是这个单粒或者小团粒，好、哦。你可能没有办法真的了解，我们等一下再以后看哦。土壤里面其实很多很多小团粒，植物根最喜欢这种地方。接下来就是块状哦，这个块状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叫锐角，就是这个角度小于90度哦，啊这个是圆滚滚的，小于100度以上哦，超过90度以上。就是你看到那个一块一块，但是对不起哦，你在以后看的不是这样，是一大块哦，所以你要用一个力量很轻的力量把它戳开哦，要把它戳开，戳开，然后它会就给它一点点力量哦，戳开，然后就摊开，就看到不同大小的颗粒。会不会一般来讲是团粒跟块状构造都有哦，但是会不会？有这个锐角，又有这个团的，有没有？不可能，只有两个选一个，通常不会说两个都有，但是通常会有什么？有小团粒跟什么？这些块状构造、哦、那假设有棱有角，什么意思啊？
有棱有角跟没有棱有角不一样哦。有棱有角代表什么？有一个很大的物质把它交接在一起，让它产生有棱有角，叫什么？有机物。会。还有呢，盐类，还有铁，这些物质会把它让它弄成有棱有角。啊，假如没有这些，我们一般叫做粘性很高的这些东西，大概不会，就会变成这个钝角块状构造哈。啊，像这种柱状，柱状锈钢，我刚刚讲那个膨川土，或是那个我们南部台南很多那看喷土的，做做甘蔗的，就一大块的，就叫柱状啊，这种会有。那这种土，你想想，假如植物的根长在这里，你就把它想的好像你土鸡撞墙壁一样，那个根本穿不过去啊。所以植物根长在这个，所以为什么像甘蔗怎么用在种田？就是我甘蔗是插一块根，对不对？插下去，让它根慢慢进去，那可以，因为我可以慢慢长啊。但一般的植物根这种都没办法，这种柱状或连柱状，我这个都硬邦邦的，好，这没办法，好，我再讲一下，好，所以严格讲哦，这个团论像这样哦，这个假如植物根长在这里，哇，多舒服啊，对，而且这里面很多养分哦，好，那片状，楔形坡道就是我早上刚刚讲的那个膨川土才会有。那一般来讲就是这个块状或亚棱块状这种，这种一般很少了哦。你只要碰到这种田哦，哇，这怎么叹气啊？真的，我家以前都这种土壤啊，还有我家以前是黏土哦，黏土是什么？草木不生啊，所以我以前都吃那个什么地瓜签，拌猪油跟酱油，就这样。其他没有了，我说讲给你，我听说不可能啦，好，其他我这边讲一个根的，好吧，好，这个等一下，好，这个，这一张图片很重要。你看土壤一定要看植物的根长得好不好，这告诉你植物到底有没有长到这个深度啊，第二个它会不会呼吸，第三个它在那边长得越深，它的这个体积里面的水分养分它都可以往上送。所以日本人水田转做旱田，永不回头，外面开始阴了啦，好像是哦，我们什么叫永不回头？我们都希望再回头，所以我们都水旱田轮作。水旱田轮作缺点就是，你不喜欢把这个犁地层、水稻田这个犁地层打破，因为打破我下次没办法种水稻啊。可是我打破了，让玉米的根可以长下去，那怎么办呢？所以日本在规划。水田变旱田是永不回头，所以我一定把犁田全部打破。所以日本的玉米根可以长到一公尺多深，因为底下没有犁地层啊。啊，你要回头，所以我们就用板犁，犁个五公分这样切过去，在这个切好几条，那让根可以往下，但是长不下去啊，因为那个太小哈。所以除非这不一样。那你怎么看？你要看根的大小，根的粗细大小，还有大概有多少个，然后怎么长，还有一个像这个，你可以有简单看哦，你可以从这边看，这上面很多细根，然后接下来越来越少，到这边好像看没有，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场可以让你看到。或者我教到一点简单话，就是把土块拨开哈，我就可以看到很多，粗根、极细根，或者有这些是还活着，有的已经腐烂掉了。那这些根，这些粗根虽然死掉了，可是下一场雨来就变成
水分在这里面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管道。有没有？那水在流动是选择性流动，它出口系先跑先流，其他你细的就慢慢流，所以它一场暴雨下来，它这个大的孔隙都塞满了，然后再来中的细的，然后再慢慢扩散哦。所以从这个观察记录，可以让你知道我的农作物我到底根长到哪里啊，它会不会呼吸，长得好不好。